鄭麗儀議員。主席，即係我諗呢啲息酬、呢啲再培訓或者教育咧，即係可能揾阿長毛熟悉嘅國際社會服務社啊，或者新社聯，或者揾啲愛字頭嗰啲咧出嚟就大把工做啊，咁多關係啊，咁多嘅維穩基金喺背後資助。啊，陳偉議員，請你指出你要講邊一個？我回應頭先阿梁國雄議員講到咁苦惱咁啊，指點下佢啫啊。嗱，主席，我跟住落嚟，其實頭先我講呢個嘅修訂個編號478削減呢個嘅律政司嗰部分咧，講咗一半啊，就基於佢關於呢個貪爭嘅廉署調查嘅案，即係到今日未作任何檢控嘅決定咧，係覺得理應革職。咁其實另一部分呢，就係有關即係佢嘅工作方面呢，係我認為係失職嘅，就係佢未能夠捍衛香港嘅法律制度，同埋更加重要嘅係未能夠捍衛香港嘅法治嘅精神。咁點解我咁講呢，主席？嗱，即係當然香港係着重啊，亦都係好尊重呢個嘅言論自由。即係任何一啲嘅人士啊，自己就翻即係政治方面啊、基本法方面呢、這個嘅法律方面提供呢個意見咧，咁啊呢、這個係尊重嘅啊。咁政府不單唔應該加以禁止咧，更加應該鼓勵啊。咁但係喺好多時重要嘅議題咧，有時我哋都會見到香港嘅有關官員咧，會就有啲人士嘅發言咧，會作回應。啊，咁咧就以表示香港政府咧就某啲問題嘅關注啊。咁啊，即係點解我話啊呢、這個司長啊呢、這個袁國強司長係未能夠捍衛香港嘅法律制度同埋法治精神咧？主要就係源自呢個內地有位學者姚窩平指特首嘅候選人咧係必須要愛國愛港呢一個嘅論述。咁當然負責政制檢討嘅好打得嘅司長林鄭月娥啊，都認為係一錘定音啊，即係呢方面嘅問題呢，即係有一定嘅即係理據，或者係有一定嘅地位。咁但係作為律政司啊，喺咁重要嘅時刻啊，即係譬如有關呢個佔中嘅問題，佢就即係呢個公民提名嘅問題，佢就好英勇咁樣呢，好早已經出嚟好呢個嘅呢、這個即係好有力咁樣呢，就已經指出好權威咁樣呢，就已經指出哎呢一、這個嘅公民提名係違反呢個嘅基本法咁。咁但係愛黨愛國，喂，其實同呢一個嘅公民提名冇乜分別嘅啫喎，如果講論述方面，係嘛？你基本法又好，過去好多次參選又好，喺嗰個嘅文字上、法律上、理據上，喺我哋所睇所有文件上，都冇提及呢個候選人係必須要呢個嘅愛黨愛國嘅啫喎，等同呢一個嘅選舉制度啊，有關嘅選舉制度，從冇講過呢個唔可以用公民提名喎。至於乜嘢係公民提名，點樣形式嘅提名，呢個係大家再去爭拗。但係理念上、概念上等等咧，係從冇即係喺個條文上有否定呢一個嘅公民提名。咁就我哋個律政司咧就好權威咁樣咧，就否定咗呢個公民提名。或者我要申報利益呢，我是倡議公民提名的。我都多次講了，即是公民提名是等同區議會選舉的提名，等同立法會選舉的提名，都是公民提名，是吧？沒理由這兩個低層次的選舉，不要講低層次的啦，不同制度下的選舉，用了20-30多年的制度，是吧？是香港人普遍認同的啊，你就去到特首選舉說公民提名就是這個違規違法。咁但係涉及到呢個新嘅條件係嘛？指定呢個候選人，喂，選咗幾屆啦？選咗呢一個嘅董建華啦，選咗呢個689啦，亦都選咗擁有呢個爵士銜頭嘅曾蔭權啦。喂，你爵士銜頭
你宣誓效忠边一个啊？爵士唔使效忠英女王噶，系嘛？佢冇退，冇呢一个嘅放弃爵士嘅勋衔喎。你冇爵士嘅勋衔，你系咪某个程度上仍然有大英帝国嘅联系喺度啊？你大英帝国有勋衔嘅爵士，点样爱中国爱港啊？喺法律嗰个嘅定义上，系嘛？咁所以喺呢一个嘅理论上，当有一啲即係好明显係有政治影响力嘅人士，喺咁重要嘅历史时刻，喺整个政改咨询嘅重要嘅时刻，好有权威性地係咪话呢个候选人必须用爱国。你作为香港嘅即係政府制度里面关于呢个嘅法律上最高地位嘅一位嘅官员，你竟然可以唔作任何嘅评论去指出呢个所谓爱国爱港并非香港人理解，或者过去多年嚟大家理解呢一个嘅政治制度上嘅不合理性、不合理化，或者甚至係一个完全係冇法律根据嘅建议，或者係法律根据嘅演绎。睇唔到佢喺呢一方面有任何嘅具体嘅行动呢即係唔好话完全否定呢，或者係强烈批判啊，你可以好礼貌咁样，你唔好学我同长毛呢啲粗人啦，係咪？其实长毛好文，即係好有文化㗎，大家成日即係误解长毛，係咪？即係佢一个好有文化同埋好有呢一个嘅分析力嘅人。咁有关呢一个发言，请你唔好讲同议题无关嘅内容。主席两句啫，赞下我个同僚都好啊，系咪？我都赞你好多次英明神武啦。陈议员，你因为系牵涉要削减官员嘅薪金咧，我都讲过，你当然可以批评个官员嘅表现，但系你就一个议题，主席，你都作详细嘅呢个辩论咧，系唔适宜嘅。清楚，主席，我系用两个理据嚟支持否决佢个薪金嘅，一个就系我讲嗰个贪增嘅问题，第二就系呢个爱国爱港呢一个嘅论述。咁所以我基本上就即系完成我嗰个评论噶啦，已经。咁所以就翻佢冇作任何呢方面即系呢个嘅强烈又好，礼貌性嘅澄清都好，冇作呢方面嘅做法咧，我觉得佢系完全失职，可能威胁于呢个所谓内地学者呢一个嘅称号咧而担心呢个都唔知系咪北大人嘅即系特派使咧，就爱嚟即系指点呢个江山。咁呢啲好多呢啲學者呢，我哋都懷疑佢嘅真正身份嘅咁不過呢個題外話。咁所以你作為一個司長，就返呢個問題冇作任何嘅聲音，呢個係完全係冇作任何嘅行動呢，係抗拒呢一個嘅干預，冇為香港人發聲呢，呢個係最大惡極，所以必須呢係要剔除佢嗰個嘅薪酬。主席去得好快嘅，我哋完全冇拖延嘅，主席。下一个呢就係修订案474，係以决为削减分目000而将总目92削减7980万，削减大约相当于律政司就法律政策纲领下员工个人薪酬的全年预算开支。主席，呢方面呢我哋做咗少少嘅研究同埋资料搜集嘅。有关呢一个嘅即係总目下嘅开支涉及个范围呢，係大约涉及嘅人手係大约100个呢个律政署下面嘅。咁而呢个去年呢係增加咗5个人。但係睇返嘅工作呢，主席，我哋就即係感到係难以接受，即係要咁庞大嘅财政嘅支援，同埋有咁要需要咁多人呢係做呢方面嘅工作。我简单讲讲去做乜。咁呢一个工作，如果睇返1415年嘅注意事项呢，呢、這个嘅法律政策组呢嗰、那个计划可以列咗下面嘅范畴。咁我会逐个作出呢个嘅评论。
第一個呢，就是在香港推廣仲裁服務並在立法會制定新的仲裁法例後呢宣布該法例。如果大家記得呢，就返香港成為仲裁中心或者是調解中心呢，我多年來是極力推動和這個鼓勵的，同埋我更加支持和鼓勵，也都寫一份很長的建議書給政府呢，是要求政府就返即是兩個重大的範圍涉及到土地收地和賠償的問題呢，是用調解和仲裁作出這個處理，而都用新的法例立新的法例呢，去就返調解仲裁呢是作新的安排。我亦都向政府提供資料，澳洲某些的州份和加拿大阿伯特省 Alberta 呢都是有這個的法例呢，是規範了政府收地和賠償方面呢，是要先調解後仲裁的方法呢進行這個的土地的糾紛。很多的州份省份澳大利和即澳洲和這個加拿大已經進行了10多年呢這方面的工作，但是政府至到如今呢都是拒絕。我早前在立法會提質問呢，政府這個即是劏房波呢，即仍然是堅決這樣呢是拒絕在收地上呢引用這方面。我覺得在這個的律政署在這個問題方面呢，即是缺乏專業，即你講仲裁是笑話來的，你律政署講怎樣去定新法例去仲裁，你自己香港政府有權的影響最大的對市民最不公平，有關收地和賠償方面的問題，令到很多人要跳樓自殺，令到很多人面對生活的苦困當然有不少人，特別我們的劏房波自己在內，因為收地就賺過2000萬啦，係咪？即係好多方面對弱勢社群不公平的地方呢，看不到律政署在這個層次上是有任何的進步的思想，亦都有任何即係幫市民特別將弱勢市民在這方面有所這個改善。咁基於這個的不公呢，即係我就覺得一定要削減這個的律政署這方面的財政的開支呢，以展示我們的不滿。咁所以這個呢是關於這個組的工作即係我要其次鮮明表明，我並不是對他們裡面某些個人的行為或者專業的水平的問題，而是基於個工作範疇，我是感到極為即係呢個可笑和憤怒呢，即係有關呢個仲裁方面的講法呢，即係自己應該做的就不做就慷他人之慨。當然政策上並非律政司的全面的責任啦，但是他們有一定的責任在這一方面。咁佢第二個未來一年嘅工作呢，就係與內地，一見到啲字眼呢就即係即刻有啲血壓上升嘅感覺嘅，因為一涉及到內地嘅問題，唔係貪污就係腐化，就係呢一個嘅濫用權力，與內地當局為法律行業探求更多在內地提供服務的機會，並協助落實與內地當局簽訂的安排，包括內地以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大家最近看到台灣的年輕人的憤慾，那個的即係嗰個憤慾啦，係嘛？關於即係呢一個嘅服貿協議喺呢個學生反對之下咧，最終令到呢個嘅難產。喂，我哋更加冇理由用香港人嘅錢，是嗎？就返呢方面要點樣內地建立更緊密嘅關係嘅安排，透過法律上呢方面提供呢個支援，俾多啲機會，呢、這個更加唔得啦。我哋更加要捍衛本土嘅利益，要逐步斷絕啦，要逐步斷絕呢方面嘅聯繫，要逐步斷絕呢方面嘅交流，係咪？重點係捍衛香港個本土利益，呢、這個係整個問題嘅癥結。所以政府部門任何有咁多呢方面嘅所謂內地加強，特別涉及到經貿方面嘅話咧，我哋絕對拒絕，因為呢個只會將香港成為內地嘅經濟殖民地，係嘛？呢、這個必須加以呢個嘅抗拒，同埋即係有任何機會咧，都要禁止呢方面嘅行為嘅建立。咁咧就下一個主席就係有關。呢、這個工作，佢未來一年嘅工作呢，就係、是、就基本法實施以及香港新憲制架構嘅發展提供呢個法律意見。
喂，你姚窝平你都唔夠膽批评佢啦，讲咩提意见啊，归宿係咪，呢个当然律政司嘅责任。